独特的绝，完美的不科学，哦，浑然天成的弦，微笑自带电。 First Six 日前发行全新迷你专辑《完美 Naughty Beauty》，同名主打歌 MV 一上线，好评不断。拍摄当天花了将近24个小时，六个女孩也都卯足全劲。不过舞蹈担当的维琳在开拍之前却相当苦恼。我今天很Not my dad, because 我有一颗超大的痛痛。他还没有软骨呢。我还没有软骨。软骨是什么？因为我肌腱炎，膝盖肌腱炎，然后他就说我的软骨已经被磨完了。几岁？我也很 confused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磨完是因为什么？运动过度。是因为跑的软骨被磨。因为那时候我是跳舞，还有跑步，然后还有健身。我小时候做太多运动了，然后因为同时做一直这样一直操来操去，结果他就说你的软骨被磨完了。就我还有看到那个照片，真的是骨头跟骨头已经接在一起了，所以中间就没有那个缓冲，就是不能太过度运动。那可以一直跳舞吗？就是现在可以，但是你知道老人就是未知的事情。最后一个镜，然后现在是嘉轩在拍他的个人 part， 然后他等一下拍完的话要换我拍，但是他现在拍得很好，所以我很紧张。我们呢，现在是准备我们两个的对嘴 part， 然后我们在水中央，现在是水中央一个沙发。水哦，很酷哎，会不会有鱼呀？感觉超酷的。这样跟你台姐沟通哎，他跟我说里面会不会有鱼？你觉得里面会不会有鱼？真的超酷的。可以加更多。你现在怎样？我已经全职了，所以我不怕。不是你加更多会很容易跌倒，因为阻力大。阻力更大。我在他旁边是，是直接融在整个里面。
们是要分开聊是什么？太笑出来了。这都是谁限定？不是这种水跪的动作也都会就滑。他腿是怎样子？哎，他差点快劈腿。快表演三秒睡着，一二三。蚂蚁表演三秒睡着。我们真的可以哦，我们真的可以三秒睡着，真的可以。只是碍于工作没办法，但我们真的可以。哦，那就是我们是靠意志力在这里。You shut up。不会，哈哈，他不会，他直接退出哎。你直接来一下。是不是该学一下？来，你们两个面对我做，继续做个动作。嫣嫣，你直接回家，你直接现在回家。我想被鬼哥，不会吗？不会，他有两个。诶，拍摄空档还玩七十二，只能说女孩们真的太大胆了。而 Per Six 这回新歌也特别请来曾和天后蔡依林合作过的 Andy 老师为他们编舞。好险他们有先培训三年。哇！不然不想接。没有啊，他们表现很好，就是舞蹈各方面，就是我讲什么基本上就是一瓶水。大家理解能力很高，跟他们讲说现在线上有很多女团要输吗？用这种方式，他们就会激起激将激将法，要激他们。辛苦了，老师，老师。不止 Andy 老师给予高度评价 ，MV 导演阿达也对 Per Six 赞誉有加。觉得他们非常非常惊艳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睡觉。对，从半夜然后到现在拍，其实应该超快二十四小时。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非常精神，非常非常专业，越玩越嗨，活力满满。专业的女团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今天应该是算蛮超的，而且钱不够，不然的话再拍到早上。哦，一样很满足。不要再开心了，第一颗青春痘怎么样？你不快给我们，我们才帮你修。很难修啊，那个很多位，很后面这些电视，他们有一些是没有看过。谁没有看过后面的电视？知道这个年代的电视，果然是后台部，后台的硬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干嘛傻傻看我？我们现在呢，半夜十二点几分，十二点十九分，十九分。然后我们怎么了？收工，收工了，收工可以吃零食。上次是比较少女清纯，清纯，然后现在是走的。我们今天拍几场？从两点凌晨两点起妆法，然后拍到十开几点？二十四小时。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一整天都穿高跟鞋，每个人，所以其实大家的脚都超级痛。对，而且我们要爬上爬下，然后也要跳，但是。觉得就是我们都看到成品，就会觉得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带超人，因为我怕大家饿到，就因为碍于上次他们讲说吃咸的会水肿，我就不敢吃，我带超人食都不敢吃，然后现在拍完了才拍完了就开始暴吃。对，拍完就开始吃，就准备你不吃，就是你买了干嘛买它呢？拍摄整整一天，女孩们依旧活力充沛。相隔短短四个月推出的第二张作品 Per Six， 从听觉到视觉都为粉丝带来了全新样貌。相信备受期待的六位女孩，未来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完全娱乐独家报道。